好的，接下来想要借你们的双手跟你们的尖叫声，要感谢很多的人，因为一场成功的演出是不是一个人的功劳，也不是大家看到的台上这些人的功劳，而是一整个团队的付出，所以可以借我你们的双手跟尖叫声吗？如果等一下念到的需要感谢的单位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忙？可以。来，我们首先谢谢我们的制作公司 IMC Cap Asia Group。谢谢我们的全程主办 IMC Live Global。谢谢我们的经纪公司，我辛苦的同事耀声音乐有限公司。谢谢我们的节目制作、诚实制作大壮哥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演出代理 IPEX 上海白发老翁文化传播工作室，耶、yeah!。谢谢我们的硬体统筹 ITC Systems。谢谢我们的公益计划 IMC Live One Love。然后感谢所有而立巡演的台前幕后，大家看得到的、看不到的，所有的工作人员、所有制作的老师，我觉得这个真的要给他们非常多的掌声。他们在幕后如此的努力，我们才有办法展现这么美好的演出。谢谢。谢谢台下的各位朋友。今天应该还算值回票价吗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周六的夜晚，其实大家可以去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。我们太喜欢了，没有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谢谢。好，真的很谢谢大家。今天我看很多人都做到最后。感谢大家今天来参与这场演出。一场好的演出不只是台上的表演，台下的观众也非常重要。你今天非常非常非常重要，你是非常非常棒的观众，给自己一点掌声跟鼓励。然后我觉得今天特别谢谢我的老粉铁粉们，因为我相信今天一定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看我的演出，甚至今天才认识我。但没有关系，来日方长。借我你们的双手，谢谢我的老粉铁粉们，所以才有机会，来这边跟大家见面，所以真的很谢谢你。你知道我平常不太会表达什么，就是收到了，谢谢啦。接下来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然后，这首歌结束也没有 encore， 所以大家听完就可以赶快回家。那最后这首歌也是一首新歌，叫做《记得回来》。我觉得而立巡演，如果人生是一场旅程，我已经走了30多年。那，这当中学到的很多事情是，有时候我们会去很多很远的地方，不一定是实际上，比如说你去不同的地方，有时候是你的心理，你可能想要去某一个达成某一个目标。那在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迷失，会突然停下来想说，哎，我现在在哪里？那有时候回头看那一句很老梗的话，就是莫忘初心啊。但是这句话真的体悟到之后觉得蛮重要的。有时候我们如果走失了，回头看看，记得回来看一下自己，然后希望这样子可以带给自己更多的勇气，那我们前进的方向会越来越清晰。希望今天的演唱会有带给大家一些面对现实更多的勇气。最后这首歌希望也能带给你们非常多的勇气，记得回来。Say goodbye， 尴尬的场面总有默契避开，为了追逐梦想牺牲本来就应该，我说不过是和时间比赛，我比谁都擅长等待。
还是掉下来，记得回来。反正没了，缺了少。